将主所赐，能在我心深处，像那江水满溢，全没竭止。神就是平安主，长夜中给我安慰，
此可无尽一回，让我安稳在愁里。从来没平安，能像主所赐，能在我心深处，像那江水满溢，全没竭止。神就是平安。长夜中给我安慰，你此刻无尽一爱，让我安稳在手里。你此刻无尽一爱，让我安稳在手里。亲爱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就系令我哋能够得安稳、得平安嘅主。主，我哋为到喺清晨嘅时候，可以嚟到亲近你，献上感恩，愿意你嘅说话透过圣灵再一次丰丰足足嘅填喺我哋嘅内心，改变我哋嘅生命，让我哋更加成为你喜悦嘅儿女。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嘅名求，阿门。请 Susanna 教我们读诗篇。诗篇八十三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圈养，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相倚，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相倚，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棚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阿们和阿玛力、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阿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作罗德子孙的帮手。亲爱主，我们要赞美你。就算人在听不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在你的静默里面，神你仍然是坐着为王。诗人向你的呼求，求你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因为确信你没有离开过世人。你仍然在察看，在观察，一切都在你的手里面。你的时间是不会迟，也都不会早。在你合适的时候，你认为啱的时候，你就会发声。当你发声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是带着能力，列国都要来到听，都要来到降服。你能够胜过仇敌的圈养。所以我们今日这班属于你的百姓，在这个世上，纵然我们有遇到困难，遇到有难关，遇到有敌人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深信在你的时候，你的话语，你的声音要出现，就能够扭转一切的局势。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去赞美你。我有什么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名求，阿们。历代志下三十五章，约西亚王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在正月十四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约西亚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他又对那些归耶和华为圣去教导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这样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王建造的殿里面，不需要再用肩膀去钢台，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服侍他的民以色列。你们应该的按着宗族，按着班次，遵行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王所写的，自己预备好。要按着你们的弟兄，你们民的宗族的班次，站岗在圣所，每班里面要有利未宗族的几个人，要宰逾越节的羊羔洁净自己，为你们的弟兄预备，好遵守耶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我们的说话。约西亚就在群畜里面赐给那里所有的人民，共有绵羊羔和山羊羔30,000只，牛3,000只，作为逾越节的祭物。这些都是约西亚王自己的产业去奉献出来。约西亚的众首领亦都乐意将祭牲给百姓和祭司利未人，又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撒加利亚、耶揭将羊羔2,600只、牛300只给祭司做逾越节的祭物。利未人的族长哥南雅和他的两个兄弟士玛雅、拿坦业，还有哈沙比亚、耶利、约沙拔将羊羔5,000只、牛500只给利未人做逾越节的祭物。这样贡献的事都齐备了，祭司就站在自己的岗位，利未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着约西亚王的吩咐。利未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的手里面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就剥皮将祭物搬过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照着摩西书上的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公牛亦都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去烤逾越节的羊羔，其他的圣物就用锅、用釜、用罐煮熟了，很快的去送给众民，然后就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非常忙碌，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先至做晒所有嘅嘢之后，先至为自己同埋祭司亚伦嘅子孙预备祭物。歌唱嘅雅撒嘅子孙照住大卫、雅撒、希曼同埋王嘅先见耶道顿所吩咐嘅，站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守门嘅守门。佢哋唔需要离开佢哋嘅职事，因为佢哋嘅弟兄利未人为佢哋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都齐备了，就是照着约西亚王吩咐这样去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没有这样去守过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亦都没有守过，好似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样去守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第18年去守的。这件事之后，约西亚修完了殿，在埃及王，在埃及有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就出去敌挡他。这个尼哥就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他说：犹大王啊，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来不是要攻击你，是要攻击和我争战的家，而且神吩咐我要迅速的进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亦都毁灭你，因为神是同我同在。约西亚却是没有转离去离开他，还乔装要同他打仗。他没有听从神藉着尼哥的口所讲的说话，就来到米吉多平原同他争战。弓箭手射中了约西亚王，
王就对神仆说，我受了重伤，你将我拉离开这里吧。他的神仆就扶他下了战车，上了第二辆的战车上面，送他回去耶路撒冷。约西亚就离世，葬在他的列祖的坟墓里面，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哥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亦都唱哀歌去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成为了以色列里面的定例。这首歌亦都载在哀歌书上面。约西亚王其余的事和他如何遵行耶和华律法书上面所记的善行，还有他一生由始至终所做的，都写了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犹大地的人民就选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的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就废了他，又惩罚犹大国要缴纳银子100他连德，金子一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了约哈斯的哥哥以利雅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他的名字叫做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去埃及。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行耶和华他的神眼中看为憎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去攻击他，用铜链锁住他，要将他带到去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都带到去巴比伦，放在他自己的神庙里面。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一切令神憎恶的事，他一切的行为都写了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的儿子约雅根接续他做王。约雅根登基的时候是8岁，在列王记下24章8节就讲是18岁，多数的希伯来文的文献说是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了3个月零10日，他行耶和华眼中的恶事。过了一年，尼布加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根和耶和华殿里面各样的宝贵的器皿都带到去巴比伦，就立约雅根的叔叔西底加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加登基的时候是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行耶和华他的神眼中看为憎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说话去劝导他，但是他仍然在耶利米的面前没自卑，没谦卑下来。尼布加尼撒曾经使到他去指住神起誓，他却是背叛，强住他的心，强悍他的颈项，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和百姓亦都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恶的事，污蔑污秽耶和华在耶和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日日的去差遣使者来到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是欺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百姓发作，无办法可以拯救。所以耶和华使到加勒底人的王来到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亦都没有连率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人的手里面。加勒底王将神殿里面大小的器皿和耶和华殿里面的财宝，还有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去巴比伦。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和华，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面的宫殿，毁坏了城里面宝贵的器皿。凡是能够脱离刀剑，加勒底王都掳到去巴比伦，作他自己和他的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个就应验了耶和华藉着耶利米口所讲的，地要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要守安息，直到满足了70年的时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要应验藉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就是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到他下诏通告全国，他这样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做他子民的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亲爱主，今天你给我们的经文，你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的王他没有听神你的说话，神你就再一次的要将你的刑罚临在。主啊，你透过不同的人，甚至乎透过外邦的王，包括由埃及的王，包括巴比伦的王，来到去彰显神你的心意，但是以色列的王却是没有谦卑下来去聆听。神反而他正如在这里第16节这里所讲的，他们欺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到神你自己要向你的百姓发这个愤怒，是无法可救。神，我们在这几位的皇帝，其中特别就是西底家，我们见到因为他作恶，他没有听神你的劝诫，他没有谦卑的时候，他能够去令到你的愤怒来到去显明出来，结果神你要透过巴比伦来到去将圣殿和以色列人来到去掳去，圣殿所有的财物和以色列人都来到掳去，最后神你都是透过巴比伦的国来到去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讲，在70年那种的安息被掳之后，他们可以回去来到去重新去建他们的殿。主，我们再一次看到，当我们一班属你的子民，属你的百姓，若果我们没有很认真去听你的说话，没有很谨慎的来到行你的吩咐的时候，神你不单止是透过你的先知，你会透过甚至乎外邦的王来到向我们发出这个指控。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魔鬼撒旦很多的攻击，求你叫我们要好小心，我们要好谨慎，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主，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父的名求，阿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么？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亲爱主耶稣，我多谢你藉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们面对的纷争而发出的这个书信，去教导我们，去鼓励我们。主，我们不要在人在肉体血气的事上去纷争，因为主基督你是一个的身体，主，我们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主，我们多谢你，正如保罗为到哥林多教会去感恩，主，我们都为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三宣家去感谢神，因为神你赐给我们各样的口恩，让到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都是凡事的富足。我们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口才，他们有知识，他们都有人生的经历，他们也都有知识。主，我们看回我们的教会的大家庭，实实在在的是充满神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可以彼此的服侍。主啊，你又都给我们很多经过很多困难，经过很多孤单，经过很多挫折，但心里面仍然因为主耶稣基督心里被坚固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家一切的恩赐，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你在我们教会里面你自己的彰显，你自己那种的恩典继续的去祝福我们。主啊，以致我们能够为到你的名字，我们更加大发热心去将你的福音去传讲。主，我们多谢你的信实，多谢你的呼召，使到我们众教会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福分，能够一起有儿子的名分。都多谢你给我们三宣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不愿意好像哥林多教会这样，我们里面要分党纷争，我们只要一心一意去建立你的身体，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主，我们多谢你听给我们的福气去领受你的话语，愿意我们藏在心里面继续的成长，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 Susanna 读箴言。箴言二十篇二十至二十一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起初蓄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亲爱主，多谢你今日你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咒骂父母，就会灯灭，漆黑一片，看不到前景。主啊，我们知道在你自己的十诫里面，你都教导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一条首先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以致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赐给我们的地上面，我们能够得以长久。主，我们的老人家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教会家里面有经历有生命的
弟兄姊妹，主啊，帮助我哋，叫到我哋知道，喺佢哋嘅生命里边，我哋就睇到你嘅恩典。主，我哋为到我哋，每天早晨都嚟参加我哋嘅灵修嘅长者，范太、吴生、吴太、Grace、Jack 伯，仲有其他老人家，主啊，佢哋忠心嘅嚟继续仍然去仰慕神你嘅话语，主我哋献上多谢。主我哋都纪念到呢一个居家令已经成四个几五个月嘅时间，好多独居嘅老人家，无论系我哋教会嘅长者，或者出边好多住喺一啲低收入家庭嘅老人家，佢哋都系好孤单、好难过，因为佢哋唔似我哋咁样可以。很容易的就去用这些的网上平台去跟其他的人去有相交。主啊神，我就求你特别的去安慰他们，也都纪念到他们都是在新冠肺炎的阴霾之下高危的一群。主啊，我就求你，你特别保护他们的身体，叫他们呢在那些长期的病患里面特别容易是受到这个肺炎的威胁。主，我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特别双重的保护他们，以致他们免受这个灾害。主，我们也都纪念到事实上在美国有很多老人家，差不多有100%里面有 10% 的老人家，他们都是被虐待的。主，我们都顾念他们，每年都是有成500多万人是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家。主，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孝敬父母，当我们忘记了父母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自己的脾气情绪，我们可能真的好像箴言这样说，我们会咒骂父母。所以神啊，求你提醒我们。最后我们都为到在软弱身体有病况的老人家弟兄姊妹去祷告，包括蔡老太、雷生雷太、Florence 的妈妈，她的肾脏那个康复。主，我都求你去怜悯医治加力给他们。孩子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思想这段经文之后，请 Susanna 和我们结束祈祷。请 Susanna 和我们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你又再一次在清晨的时候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真的在今天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景象。主，我自己特别真的受到约西亚王他要守逾越节，他在自己所奉献上的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他们为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合作守节这个美好的图画。感谢主，愿意这个图画都在我们的三宣家那里出现。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的聪明，我们需要的是要合一。我们需要的就是彼此来到相合。主啊，真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或者都 不记得这些老人家，求你念。是啊，主， yes。 主，我们都将到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将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或者我们都是有一些的抗疫的 fatigue， 求你都除去，叫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就重新得力，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无论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什么，主啊与我们同在，因为得力的是从耶和华那里来。我们不是靠弓，不是靠箭，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自己宝贵的命。 Amen。 Amen。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Susanna。